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公主道的本纳台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。位于公主道的本纳台，1961年落成，总共有两等大厦，有40个单位。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单位实用面积是1173尺，全屋装修清雅简约，我们现在望紧是客厅，而饭厅咧紧接住张食饭台嗰个位咧，其实就是一个大露台嚟嘅。露台的方向咧就是向翻东南，主要都是望翻附近的楼景，景观都尚算开扬。而且露台门是紧接客厅、饭厅同埋睡房嘅。喺饭厅隔篱嘅睡房，业主就将佢装修成一个 guest room。这个浴室是有窗的，做了企缸。另外两间睡房，业主就将洞门就帮他分间开。我们先望一望主人房，主人房面积就非常之阔落了，它可以做到两边衣柜。另外一间客房呢就做了书房，而浴室咧就摆咗喺两间睡房嘅中间。厨房方面，业主就做咗好多橱柜。厨房门后边就摆咗洗衣机同埋雪柜。紧接住嘅咧，业主冇用工人，就将工人房变成储物室。厨房门推出去咧，仲有一个工作平台，外望学校。今日就介绍到咁多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嘅话，就记得俾 lik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埋留言啦，拜拜。